欢迎收看《贴布对决之台韩生死战》，我是今日的主持人郑弘仪，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今日的裁判洪庆天、洪庭神。欢迎收看《贴布对决之台韩生死战》，我是今日的主持人郑弘仪，坐在我左手边的是今日的裁判洪庆天、洪庭神。大家好，我是洪庆天。韩国万岁！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韩国当红艺人李弘基以及台湾三流花许纯美作为我们今日的试验者及见证人。四、三、二、一 ，Action！ 大家好，我是 FT Island 的主唱李弘基。大家好，我是纯美的纯美哦，谁好啦？好，让我们马上进行比赛。今天的评分标准是以下三点：一、美观；二、弹性；三、多功能。好，让我们请洪评审进行第一阶段美观的评分。再来进行第二阶段弹性测试。看来是台湾贴布的弹性比较好。金雕金雕气球气球，终于来到最终阶段多功能测试。让我们请李弘基以及许纯美各自贴上贴布。十分钟后公布结果。现在请李弘基和许纯美将贴布撕下。我们来看看结果。哇，太惊人了！台湾的贴布不只有疗效，还有100%的除毛效果。这分明就是双面胶，台湾作弊，台湾是个韩国冠军。小米，你判得太瞎了，我们哪有作弊？你是丁丁吗？你不要人身攻击，小米。丁吗？嘘，你不要人身攻击。由于台湾不服比赛结果，所以我们开放现场 call in， 听听民众的看法。请拨打以下的专线：0800-945-945。您别听您，就是我，就是我。这里是贴布对决之台韩。不要脸！什么？韩国就是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先生，请冷静。我比骗笑，没给你看好啊。由于这位先生情绪非常激动，场面十分混乱，所以我们将结果另行公布，谢谢观赏。我们作弊骗笑，没给你看好啊。